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型催眠节目啊 ，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。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，大家多多一键三连支持哟。只要大家不嫌我絮叨啊，我就多和大家说说话、聊聊天啊，做做视频，分享咱们的快乐啊。咱们先看第一局快不快乐？第一局快乐啊，盘盘都快乐。主视角玩家第一叫燕人小飞飞。哎呦，没有菲菲，要不要选他大哥呢？这些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武将啊，就看你个人喜好了。大哥来不来？不要大哥，换了一个双头加老头啊，看看这个组合有没有什么发挥。就有沙闪九、冠石斧，还凑吧。三号位有没有人？哦，一个叫咸鱼化位的人选择了首亮啊。于禁直接给了八号位啊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就是于禁这个将，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自己亮的时候会给下家去测试身份，其实根本测试不出来。只要下家不傻，他是随时会，他是必然会让你摸牌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给远位，因为你有可能要打下家。当然这里他直接一个是敕令，就导致全场都亮了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啊。就是现在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，一开敕令就搞成一坨亮了。当然有些人会不亮，其实我告诉你，我打这么多我发现不亮的，你经过分析你也会发现他是什么国家。他不亮他必然有原因，而且很容易推导出原因。你就根据前面人亮的，你推导一下他为什么不亮，你就很容易推出来。这个局大家都觉得没什么藏的必要，就都亮了。三个位，两个群，三个五没有绿皮儿啊，三个鼠没有绿皮儿啊，蛮有意思的。这边于禁反正选择咱们做攻击目标，这个群玉表示我谁也不想打，我就种树啊。那你种啊，这里其实打谁都很难抉择了，反正你也要打人嘛。那还是可能看起来魏国更凶残一点，但是于禁那边好像暂时托管了一手啊。托管不代表他，对吧，不代表他不会出牌，他还会出牌的。这里群玉的话没闪，看起来手里桃挺多的呀，不然这强行存五张牌干什么。好，在国下牌想去击杀这个荀彧啊，决斗其实应该是还有一个桃，我猜测啊。当然蜀国其实也不容小觑，因为蜀国第一有法正，第二你就可能有沙摩柯或者张飞，就这两个将配合法正都很强。但是怎么说呢，你这时候去打蜀国好像也不合适，主要是你打蜀国，蜀国马上打你怎么办，还得向魏国吸引仇恨啊。这个东西，哎，我只能说打了就打了吧。好，这边那只能期待一下蜀国没有那么猛。这边九杀，这个要带走了吗？这回终归死了吧？啊，一个桃没有，那就再见。这荀彧果然是存了三个桃，表示我们魏国不拉仇恨，我们都是好银。这恐龙藏了一个叫什么？雷公。雷公也没有，一身逆胆，只为无主啊！你也不怕，说实话，这个万念不放为好啊。主要的问题是，万一于禁是个曹丕，就不太好了。你看这个电脑操作的还挺娴熟啊，点将进攻，看看另一个将是什么，反正不是沙摩柯。坏了，有简一马，简一马是一个很凶器的东西啊，给了一张好牌，扔了个闪电。那袍呗，已经拿到了袍效啊，原来是马神，坏了呀，炸了呀，但也不是不能打，还能打，再来，袍的你孔融不能弃牌给牌啊，摸牌马牌啊，哎呦，还好还好，还好在马超没有杀的那一刻亮出了华佗，不然华佗直接被封住，胎死腹中。这边张辽选择了拿来吧，拿了一手。其实我感觉可以去偷赵云和马超吧，法正不用偷啊，因为赵云一会儿还要跑，而且法正的牌都是防御牌了，偷偷赵云别让他压制了。不过这里孔融这一波还是可以的，孔融华佗有一定的配合，然后把南蛮给过来，一会儿让咱们操作，因为孔融可能要死。哎，一发乐不思蜀，哎，可以 ，Scooby 啊，竟然天妒了。呵呵，本来觉得可以，现在不可以了。当然赵云我也不知道你在藏什么啊，这么喜欢藏这些人，我就不明白，真的，我经常见到这种人，就都开团了还要搁那藏，不知道在藏什么。行吧，那你就浪费你的牌呗。
你先排队，你就浪费一张。我没什么意见啊，对吧？这边开始疯狂的叫啊，叫的我这边邻居都来敲门了，说你在干什么呢？嗷嗷的，十倍奉还，这单聊杀了吧。像以前的话，如果离线就不用管了。现在离线你得杀，因为他会出牌的，而且他很猛。这真的，据我实战观察，我发现这个智能电脑啊，至少比一半的路人要厉害。真的毫不夸张啊，没杀死啊，你看差一张杀。好，这边技法严明，而且还出现过对吧？独苗智能托管然后获胜的啊。但是大家就不要投这种录像了，这种录像听听就行了，没啥看的。好，收了我，休想全身而退啊！另一个眼也不亮，之前也不卖血啊，不知道是啥，看看能不能操作一波。反正没有队友了，没有人绑住了我的双脚啊，那我就可以腾空而飞啊，直冲云霄。任大妈，先把这个张辽收了，他还保一手，你是荀彧吧？看我的。行吧，那就再来一刀，看看能不能收掉法正。注意啊，这田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，因为田丰可以通过联营来过到更多的牌。其实他本身是没有什么牌的啊，原来是个烂锅架。别保张辽了啊，给个乐可以。他觉得想让他乐法正啊，但是田丰说我不要乐，我直接收全场行不行？你们信不信？我也不知道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反正看起来是没什么可能啊。但是排队马上要更新了，你注意啊，排队上零。意味着之前的好牌又要出现了，好，再收，这就是连赢，又连到一个决斗啊！好，又连到一个男排，那就下一个哦。其实，在国家的视角，他认为田丰没有这么猛也是正常的，他是想让他乐住法正嘛？哎呀，但是啊，人算不如天算啊，随事不如命事。这就是命啊，又来一个决斗，任你神仙也挡不住了。好，双决斗啊，输出还溢出了，你敢信？好，桃子也来了。田丰这个将其实吧，就是他真的发挥起来还挺猛的，而且有节目效果，你知道吗？且听我最后演，且听我最后演，演。咱们再看第二局啊。第一局算是一个比较快节奏的局，第二局应该是一个慢节奏的局啊，一快一慢啊，方能尽显英雄本色啊。主视角 ID 叫豆浆闷麻叶啊，这 ID 一看，包括这选项框一看就是个副哥们儿啊，各种五阶，荀攸曹丕吧，应该是单选题啊。郭嘉曹丕肯定要比荀攸曹丕差多了，因为曹丕本身就卖血的，就控制型的，你需要那额外去打输出，你再配个郭嘉。就双不动白就显得很蠢是吧？好，这边三号位，闪闪桃盾，小盾盾加一马，白银狮子，这套装备是不错的一个王平选择手量。那王平手量的意思就很简单了，他有吃令啊，但他亮错了，他可能是自己摸的吃令，我不知道啊。他应该是，反正你王平亮了开吃令就很明显吧，就是开团门蜀国赶紧亮，哎，还真召唤出四个大鼠，那直接奇谋为短。就比谁更短，反正我知道直播间有人短，这啥呀？我的天哪！宝总说我不愿意翻面，那另一个是什么？另一个是保留一张手牌吗？我只能认为是这个，那感觉都挺要命的，这直接给翻面了，我的天哪！本来嘛局势挺好，然后直接给翻面了，把这个宝总气的嗷嗷叫。另一个我估计是保留一张手牌吧。好，这里杀了一刀，意思意思得了，不惯了，因为群雄的爆发力很强的，当心着点吧。那边两个翻面了，暂时不用着急，打得缓一点。其实国战也涉及到一个节奏的问题啊，就是有的时候节奏要打快，有的时候节奏要控制住啊，就时缓时慢，怎么控制这个节奏是很关键的。你看这个人非常的骚，这个大嘴跑这顺手牌顺桃子，非常坏啊，春风送喜来。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叫好运来。好，这里一发万箭啊，有地发，第一发就有第二发。这里闪了吧，先不着急，观望观望。其实这个局面是不太好的啊，
但愁敌魏王，不愁弓箭计，但愁敌魏王。这是我这意思，我弓箭多了，但是我就怕你们死不光。藏巧于拙，这里看他选择翻谁。好，他选择了把蜀国翻了回来。他想让蜀国去打击群雄，我觉得可以吧，是一个选择。翻吴国没啥意思，翻张角也没啥意思，干脆把蜀国翻回来。但是这个刘备不能翻回来，真的。哎呦，但出来一个老沙，老沙就老沙吧，没关系。反正这个刘备是不能翻回来，刘备翻回来，他如果大包养一波，其实很伤的。这边就是去恶心一下这个群雄。对于曹丕来说，这里面的话，就是最难处理的肯定是这个张绣，张绣是刺猬，不好处理。其他的沙摩柯的话也还好吧。庞统、马超出来存一手牌，被乐了。看看老沙这回合有何作为。当然徐盛的选择是什么样就不知道了，也许他跟魏国的选择不一样，他就要躲起来擦花花。五谷丰登，铁吉利孤独，拿个国无懈啊，应该是会去无懈群雄的。这里徐盛拿了一发连弩啊，不想给其他人。这边抢南蛮，这边拿代劳，对，代劳给王平，因为王平可以先开，那边南蛮开不了，对吧？那边的被翻面了，这边拿一个酒，直接无懈掉，一口老酒，吃个桃子。冰下徐盛，那你冰徐盛，徐盛说不行，这个魏国跟楚国站在同一阵线，那我吴国跟群雄就站在同一阵线吧。但你跟群雄站在同一阵线，怕是没什么好果子吃啊。但也没办法，这只能说是被逼的啊。顺手白来一刀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好，来，果然来一刀。你冰我，我还不来一刀？你要不冰我，说实话，他可能就不来这一刀了。魏延表示，我要吸血，我要吸血狂魔啊，去吸孙权。啊，你敢吸张绣吗？可能要吸孙权了。代劳减一码应该会扔掉，多存点牌，狮子脱掉。过河拆桥，拆掉桃园结义，顺守天阳。你不去顺孙权吗？你就这么自信顺到这口酒吗？啊，你挺骚的，呵呵，这都能自信顺到酒吗？直接带走张角啊！张绣说我很开心啊，一会儿可以乱射。你看，还有何太后这种爆发将，你看这两个群雄其实很厉害的。一旦那边射了，有一个人死了，跟这个形成滚雪球效应，其实很麻烦的。接下来这个局势还是不宜太快啊，就先杀一杀。当然了，这里四个蜀了，你不能说你还把张绣，你去限制张绣了，还得杀一杀蜀，至少得死一个啊，再死一个吧。最好的是把这个刘备的尸体收了，刘备的尸体非常香。这里你敢翻刘备吗？你翻刘备有可能死，先看沙漠客什么情况啊。哦，沙漠客没死，这个刘备主要是放出来太可怕了。他第一有可能刘备张飞，第二他这个牌给出去太可怕了，看他怎么选啊，不敢翻了。他可觉得他还要射，他可能觉得张绣还要射然后再翻啊，其实差不多都一样啊。这边浴火重生，沙漠客能不能保得住？并不能收掉啊，一杀一乐，那只能翻刘备了呀。除了翻刘备还有别的选择吗？答案是没有。答案是不翻，反正那你出岛吃岛也得翻啊。他不射了，不射那行吧。他竟然有一个乐把马超给乐住了，好像剧本不对啊。其实主要问题还是他两血，他要是三血他必翻刘备。看这边能不能打死刘备，难道给打死了吗？那打死就更赚啊。其实卖了也就卖两张牌吧，翻刘备。哇，这个刘备五张牌全是输出牌，反正有一张南蛮我知道。哦，原来是南蛮女王存的都是南蛮。好，收了，可以，那这波就不亏了，保了一血还行。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张绣，你知道吗？这边蜀国肯定攻击孙权，这个张绣怎么处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这里只能翻了张绣吧，只能翻了张绣，因为庞统已经涅槃了。张绣也不愿意卖血，因为那边有狂骨，直接狂满了，你敢信？好，他看曹丕有无懈，他就没有去火攻曹丕，因为打不死。这里就到了一个抉择的时候，这个牌该怎么打呀？这牌其实很难打的，你如果强行去开进入一个四人局，那么就进入张绣的天下了，他明显是不愿意进入四人局的，
吃了一个桃，挂了个将军马，看他选择什么打法。他选择了开桃园，这个手打法应该很多人不会这么打的。开桃园稳住啊，让蜀国第一不进鏖战，第二让蜀国去攻击这个孙权或者张绣。其实主要还是想让他们攻击张绣，因为张绣太头疼了，你很难处理。他只希望马神去攻击张绣啊。你看顺也顺的是张绣，看看这一招到底有没有什么效果啊？包括刚才拆什么的都没有用啊，就直接开了一个桃园。好，续一波，是开个远交，远交马超就暗示了，马超快看张绣，看张绣，赶紧的，快点，就这意思嘛，对吧？搞快点。张绣现在你就打逃避吧，反正逃避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，就是想让你死。你让他打他就打到打他，你打不到你就放箭，对吧？啊，放箭。张绣说我就放一箭，你爱打地打地，你愿意翻就翻。曹丕这里应该是会打不接吧，应该不会翻了，要翻也是翻张绣，应该是不会翻的。他并不想打其他人嘛，那很明显呀，那么多牌都不用，并不想打其他人啊。好，这里也是蜀国觉得可以可以，挺好的，曹丕你是个好人，控制住了，被精神控制住了嘛。那孙权老被这个蜀国欺负，孙权这个憋屈呢，孙权说我他一点都不开心。老欺负我。好，王平表示无惧啊，不惧，你来呀，哼，你敢吗？好，现在这个张绣已经被折磨差不多了啊，争取找机会弄他啊。好，继续远交，继续待着。当然你不敢自己杀，你自己杀自己要掉血的，他不杀。张绣现在也很无奈，他特别想打逃逼，但他又没办法。马神，好，那么可以，这肯定还是不翻的，所以说这个独苗逃逼有的时候你并不是说一定要打得特别凶。你看其实刚才有特别凶的牌，好，这里他有击杀的可能性，他就选择了去击杀这个孙权。其实孙权还不是被你们逼的吗？但没击杀，开了个桃园，是麒麟弓射马，没射马，先制衡了。好，他只能被迫跟张绣站在同一阵线。反正孙权说我赶紧杀了这个马超我才日子好过一点，你杀了马超你也不好过，袁绍就开始乱放了。哎呦，行，可以，至少曹丕现在很安逸啊，苦了孙权啊，继续压制张绣啊。其实整局就思路就是怎么弄这个张绣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更关键的。好，这里也不动，反正你自己不能杀张绣啊，那只能借助马超之手或者是王平这个无血大身板，无懈可击。其实群优这里想处理马超是很容易的，这里袁绍被逼的没办法了，就只能继续放。我觉得魏延是有桃的，魏延逼了半天连个杀都不出，刚才上一轮，八卦阵不错呀，质量九杀带走吗？能带走吧，其实这时候带走已经还行，可以接受，就两张牌嘛。但是你发现了一个牌叫做诸葛连弩，哦，马超呀，你做得好啊，那很可能就可以，对吧？清场，然后跟这个魏延单挑，荀攸跟魏延单挑肯定还是优势的，控制控制装备，起个加一，然后开个桃园啥的，变个厉害的，哎，借刀，好刚呀，哥，行，既然你这么刚，我也刚。咱们一起走，好兄弟一起走。好，直接翻了魏延，因为这个牌可稳定带走张绣，然后开个桃园单挑就行了。九杀带走，看看要不要顺了人王，还是顺丈八啊？对，那个孙权还没死呢，他把孙权的加一马顺了，防止他移城到陕九。可以。毕竟那样会横生枝节啊！我都在我眼里，我怎么觉得孙权都死了呀？其实这局就属于那种典型的打得比较柔和的荀攸曹丕。看看后面啊，开个南蛮，然后开个桃园，或者顺了刀，反正你要变，争取变个厉害的，单挑厉害的，徐晃、曹仁、甄姬都可以。桃园，哎，曹仁可以，曹仁我觉得就差不多了。曹仁应该基本拿下了吧，曹仁加荀攸比他这个厉害多了，曹仁就不变了，
曹仁、徐晃、甄姬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单挑都很强，打个白板足够了。好，已经不骑色了，求稳了。你看他优势以后就开始不骑色了。这个主视角，这个懂得求稳的玩家，这简直是暴打啊，暴锤。藏巧于拙，这局把这个张绣坑死了，不然后面没人，他们不帮你打张绣怎么办？是不是很难受啊？再看下一局吧。下一局的主视角叫腾小飞啊，这里甄姬李典或者是周泰凌统都可以啊。啊，他选择了哪一个啊？选择凌统周泰。绿皮儿啊，绿皮儿爱好者，有的是绿皮儿爱好者，有的是蓝皮儿爱好者，正常，看你个人喜好吧，这东西没有绝对的。三号位要不要继续刷？不刷了，可能觉得自己位置比较好，呵呵，我估计是脚气卡匮乏了啊，就像我似的，硬币特别匮乏，真的没有硬币。呵呵，这个沙漠哥开始了。来吧，挑选一个你心爱的目标啊，作为最终的这个选定对象，发生一些不可言状的故事啊。坏了，他这个庞统他可能要全连起来了，他不单是选一个目标，他要一个人选七个啊，我要为七个人一起亮灯、我们才是真爱啊，你们才是我的真爱。别人关羽出来了，关羽说别误伤，你就误伤别人去吧，反正你别误伤我，对吧？明摆着你要连全场了，搁这儿我搁这儿让你误伤吧，那不行。逆风废物，你看你这名字就不好，一逆风就废物，你看你就杀不中，前半两个字还可以，后面对吧，没杀中。这个人肯定不是属，这人是属就配合一下呗，有啥不配合的，这个四血身板很踌躇是吧？啊、哦，原来要射，一发就别射了，兄弟，你一发射了啥劲儿啊？还不如待着呢，真的，一发就别射了。好、哦，还被刚烈，说实话，一发你就待着吧，真没必要射。你要想杀就杀一刀庞统，你不想杀就过，忍一下呗，等他们打一打，至少让不让他们知道你是袁绍，这让你这知道你是袁绍，你怎么赢？你看又刚烈又反馈的，你可干啥？但是好消息是把关羽翻了，还凑合吧。咱们这里灵童肯定不亮的，因为没有什么装备仪的，你一个无六剑和减一马干嘛呀？你可以考虑亮周泰来顺一顺什么的，你也可以考虑不亮，都随意啊。其实亮周泰也可以，反正场上没有无嘛。防止别人一会儿来打你。好，这边其实我觉得你要是亮了一个周泰的话，他可能都不一定打不起，真的。讲真，他表示你去杀曹丕啊，你用杀翻了你。注意点，就是说实话，但自己也在链子上，没想到他有属性，但也不好指别人。当然你可以指关羽。其实亮周泰他可能不会无懈，但是关系也不是很大啊，乐住。这里乐魏国是没有用的，就象征性的乐一下关羽了。其实真要是想坑，就乐沙漠哥了，对吧？沙漠哥先驱的，魏国反正乐不住啊。这里直接看他们，行吧？周泰还得亮，跟亮差不多。商线之三生，好，直接翻了六号，表示求行动。这个曹仁估计不乐意了，他说翻我，不是我，你别学我啊，曹仁，我就那么一说。搁这干啥呢，曹仁？你这搞得我好像声控似的，对吧？虽然说咱们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呢，我也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啊，对吧？差不多知道就行了。经常看我直播的朋友知道我的声控能力有多么强大啊。这个他很想被翻回来啊，行吧？人家曹丕说你先翻着，没事，一会儿他们打我啊，直接吃令了。其实是很亏的，其实魏国有时候看吃令真的好亏啊，还翻了队友，好像有点亏啊，所以怪不得他不乐意了，大哥动不了了啊，动不了了，我被捆住了，我被束住了手脚，打陆逊呗，那只能打陆逊了，陆逊好杀死呗，没杀死，
曹仁不翻翻我，那谁知道你是什么？那万一你是个厉害的，把人给秒了呢？你这话说的，这种东西都不知道。坏了，三血孙坚，我看太强了，感觉这把稳了。呵呵，这里我感觉主视角不想暴露灵统，因为目前没有什么装备仪，他干脆就藏着了。你亮个灵统，他们不挂装备了是吧？他确实，你说也没什么仪的，拆吧，拆一张好像也不管啥事儿。打位吧，反正打位归打位，袁绍估计就浪射了吧。这种袁绍，他能忍得住？寡不信。好，作为一个三配四啊，竟然没有鱼，双头啊，估计他刚才就想亮双头射，但是发现亮不出来，就随便射了一下，还被刚烈反馈了。啊，要单线决斗吗？你决斗谁？你搁这闹的？你来你决斗，我看你能决斗谁？你除了能决斗过吕范，我看你能决斗过谁？真的是渣鼠，沙漠科庞统可不弱啊！果然决斗一吕范去了，吕范好欺负。好，他还666，那你决斗完吕范呢？然后呢？你不还是谁也决斗不过吗？玩鼠没有四队友都赢不了，这就纯瞎扯。我经常玩鼠。我也没见过，我就靠四个队友赢的。好，没斗过，没斗死啊，不是没斗过。好，发现没死，那我射，你总不能不死了吧？必须给爷死，这过分啊，顶住啊！八卦阵可能司马会改啊，不知道司马有没有黑啊？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留的都是红。下次拿过来。你看，还帮曹仁翻了回来。曹仁，所以我说你不要急，你肯定会被翻回来的。这个位，这把不就四个位吗？就很正常，对吧？什么叫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？大位好帮手，人家本身就四个位，哪来的什么好帮手啊？你说这话我就不服了。这个四位开团怎么了？有毛病吗？啊，他这里是一手精妙的配合啊。就是打死于禁，然后让那个曹丕收尸，打死沙漠哥。但这个曹仁没有意识到，就是这个魏国团队的配合啊，意识不够强。这个袁绍生气了啊，曹丕也没有意识到，这个袁绍彻底生气了，桃子都不要了，日子不过了。这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可疑的，疑只能疑沙漠哥的装备，那疑沙漠哥的装备干嘛呀？好，关羽又是一个你们说的投降派，有大魏势大啊，哼。还予以反抗，视为不智啊！那你不忠不仁不孝不仁不义，作何解释？你对得起你大哥吗？你对得起你三弟吗？这边魏国反正很开心啊，说一帮废物。其实这里面真正有翻盘能力，可能也就是沙漠哥了。其他的，真的说你们废物也不为过啊。九杀我决斗一下我，下一局。都给自己的结局都编好了，我觉得你应该写一部长篇小说啊，写一写你的人生。别人说我不理你啊，你别死，好好活着，多存点牌，一会儿让曹丕收拾。兵精粮足，挺好。守土一方，兵精粮足，守土一方，又守土了，又等着翻回来啊，可以可以，一会儿于禁蹭一下曹丕，张合，于禁。我张合于禁的技能好冲突啊，不像张合张辽，不像于禁张辽，直接进技能。不是你看他要干什么？你要偷牌就不要给牌了，所以他明显没看懂。你要偷牌就不要给了，你这个技能不能同时发动的。你不是张辽，反正沙漠科仗着自己有涅槃，所以就跟你硬刚嘛。其实好像亏了，因为那个人选到了头牌。哎呀，下次重一点，狮子拿过来，翻回来。你不就喜欢翻回来吗？啊，这个局又到了怎么翻的情节了，感觉就跟之前好像做过一局，也是几个位搁那儿，别的人好像都无斗志，也没牌，就不知道怎么翻啊，这好像也不知道怎么翻。魏群鼠什么意思？是你的排名吧，魏排第一，群排第二，蜀排第三吧。大家注意啊，所以周泰是可以托管的，因为周泰是锁定技，你托管他也会发动的，不像以前啊。用兵之道，就是魏国，你表演一下吧，魏国能不能好好的表演一下？
又代劳，代劳挺多的吧？咋办呀？你挂点装备吧，只能祈求你挂装备了。你应该有装备，收了不少。嗯、来吧，我记得有那个谁的装备，吕范的八卦阵，对吧？九杀掉关羽，关羽，关羽满足了啊、一个决斗，一个九杀，你要你点的，啊，一个魏延，你想个关羽魏延，你这么弱，对吧？吃满，曹丕吃满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，而且有司马懿、仲乐，这里就肯定要开大了，对吧？曹丕的装备先抢过来再说，让你们魏国也光秃秃，先抢。对面有吴懈，这吴中看不出来，那咋办？也只能开，因为存不住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你存不住，所以你只能开。对面肯定会摁掉，因为你是灵统，里面筛刀御剑，那你只能开，关键是存不住。于禁，我建议你去摸五，不要去偷了。对面一个灵统周泰一张牌有啥好偷的呀？你就摸五就比啥都香。他没有输出力啊，对他确实没有输出力啊。斗啊，斗二斗。哎呦，还是没斗过，你为何如此孱弱？哎呀，九，再斗。这出戏叫做。大将军三斗庞士元，三千刀杀中了。你这里明显打错了呀，你杀曹丕戳沙摩诃然后翻面啊，是不是兄弟？我说的没毛病吧？天命啊，你两创了还不死，对吧？就这意思，反正你就暗示了嘛。其具皮肉之伤，其实没必要改吧，我觉得你留点杀去杀庞统好一点。你一会儿可能断杀，你这里搞了，还得余禁还得去杀那个曹丕。嗯，这其实有点浪费输出了。你就杀曹丕，然后翻了，然后余禁还去搞沙摩诃什么的。这里不要偷了，摸牌，兄弟，信不信我说的？信我的就摸牌。技法严明，给节约。好，技法严明啊，不要摸，别偷了，真的。摸两张新的吧。少摸也摸，这也翻面，人等你翻回来呗。他翻个鸟，肯定是翻沙巴哥呀。所以说曹仁这回合是不应该聚首的，人出来一个急火。你看，你断杀了吧？你刚才改周泰，你周泰有什么好改的？能不能把司马懿开光？我劈死他。但是于禁肯定要拆光的，因为于禁手里是个桃，而且不能让他发动节钺，就算不是也不能让他节钺。现在节钺可比偷厉害多了。用兵之道，一走，那你这不是闹？那就劈死！哎呦，你们想的剧本没出现啊，可惜了，你就断杀了。不过这边有兵，有闪电，闪电没有判定，但是沙漠哥有先驱，沙漠哥现在不管了，就干你，你翻吧。现在不打你还等什么时候打啊？他直接都不翻周泰了，瞧不起你，是吧？就直接翻沙漠哥了，反正沙漠哥有先驱，翻了就翻了吧，全连上啊，一锅端。哎呀，还好留了个桃。鼠辈竟敢伤我，这个沙漠哥应该是没了，能不能带走司马懿呢？曹丕，你的桃呢？你有酒啊？有桃，可以。下次重一点，全拿走，再翻过来，可以，应该还是挺稳的。这里就不给了吧，没什么给的了，他大概率是死了。给你就是送那个什么，这里有寒冰剑啊。主视角并没有判，主视角可能觉得骗他打输出是吗？想骗他打输出啊，但是曹仁说我没那么傻，你看起来我憨憨的，但我其实不傻，我聪明着呢。啊，继续挪，这咋整啊？闪电没事，他不敢劈。那闪电劈了，哎呦没劈啊，我以为劈了，劈了沙漠哥可能要赢啊，继续被乐。现在好消息是他们一血，技法严明，好，直接崩血，这么刚，就是不让你摸，直接无懈掉啊，就是刚，趁着你们一血才有机会是吧？到底有没有机会呢？顺走，借刀，好，没有，你老借刀杀周泰干什么？你就觉得周泰马上就要死了是吗？杀什么哥呀？当然他好像没杀。都没杀，曹仁也没有火攻，九打中了，有没有人要死？好，九留给曹丕，没问题，还是聪明的。曹仁，你有货吗？
曹仁不知道有没有货，反正死了。嗯，曹丕肯定死不了。出来混，直接翻掉，保证自己行动轮次。但是接下来其实最厉害的还是沙摩柯了。哎，一个火攻，直接就是让魏国之间互相要进行保护曹丕，所以选择了主动现身啊。我估计曹仁搞不好也是主动现身，但曹仁主动现身其实没啥好结果。桃子，因为桃子的话会变没用，你知道吗？但好像没有桃子，桃子会变成一张废牌。这里你要击杀曹丕的话，我建议你还是远交灵统是不是好一点啊？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决斗。你看你没斗过吧？远交了一个杀吧？你看曹丕肯定这张杀肯定是远交的。你不你要收他吗？那你不收好，大家都一血啊，一血也有机会，每个人都有机会吧？现在打到现在，其实大家都不容易，留一个酒啊，防止猝死。毕竟五创，谁也不能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哦，南蛮来了，可以顶住。有直杀吗？有杀，他肯定杀沙摩柯。全一血，好刺激啊！哦，属性杀。大家注意啊，这里一个结算顺序啊，就是如果灵统没有酒，那么灵统先死，灵统死完沙漠喝死，然后那样就是草皮赢了，因为是从当前回合人开始逆时针结算，就他先触发链子之后他没看见链子啊，但是灵统说我有酒，哎，那不好意思，虽然我不硬，但是我喝了酒以后会硬啊。这个反正易学坚持了很久啊，我们再看下一局啊，下一局叫做极其精彩啊，一般用极其精彩的啊，我也不知道到底精不精彩啊，主持者叫凤博玉，好像投过稿啊，一般是会选，一般你们可能会选黄银沙漠科吧，你们觉得这个老猛老猛的，但我推荐选黄沙漠科赵云，从生存能力的角度上来说，包括本身的强度上来说，其实真的不比黄银沙漠科要弱的，我推荐这个组合。你们非要强行去选黄银沙漠科，你们就选，我觉得你可以多选点试试啊。那个回合外能力极其堪忧，好，张飞姜维直接亮将，非常猛，直接就是我不会放弃啊，我要放手一搏。好，这些南蛮主角要不要出来，先看前面吧，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出来，他杀不到你这个位置的，他杀你的时候你再出来也一样。因为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时候如果出来，假如说他没什么作为，那你不是被坑了吗？二三不是出来干你了吗？对不对？他真要杀你的时候，你出来也来得及。比如说他把那边杀了以后，这还是憋着，对吧？因为你手里有二距离刀，有五距离的刀，只要到你回合，就什么事都不是事情。一个沙漠客有这么多刀，还有五距离的刀，能是什么事情吗？这点事儿小事儿，所以这时候忍着。你主要你也不知道张飞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子。你先观望一下啊！你看，比如说这里万一有张角，你敢亮就劈你啊！他可能不是，或者是没啥，他是已经有就可能劈那谁了。这里对吧？让他先杀这边，能不能杀死那谁也不知道。好，杀了一个蔡文姬，估计不杀了，不吃菜，看一眼他，你要不要杀？好，不杀，不杀说明不是群，也不是魏，不知道，也有可能魏被吓住了。反正呢，不是群。张飞表示我一个都杀不死，我也不愿意吃菜。你还不如吃菜呢，说实话你都翻面了搁这儿。好像是个不敢出来的胃，邓艾徐晃吧，有可能。反正咱们出来想杀谁都可以啊，无所谓。大乔真恶心，你徐晃不恶心吗？你看这里他们就不会管咱们了，咱们这时候就可以出来操作了，然后再用这支笔看一看后面。决定怎么打，刀一，你先开那个啥，先开代劳，有可能，当然你代劳后开是可以拖刀的，也行。我看那个绿皮，就是先开的话，有可能摸到朱雀羽扇。你要不要拖刀？啊，要不要拖刀？你不要就是下回合过五是吧？还是要拖的，讲道理。你现在也不，你也不能咆哮。他要回血，行吧？他想回到满血。他说刀不重要，我要回到满血。他说我不拖刀，我就只能三血过，我宁愿四血。浑
那我对吧，就只能这么理解吧。我愿意，我宁愿四血，我挂个刀，但是我也不愿意三血没有刀。哼，就看你怎么想吧。好，这里一刀竟然把贾诩给捅包庇了吗？我的是我的。他是个好脾气嘛？草壁果然上来被吓到了，我去，草壁被张飞给吓到了啊！正常，正常，正常，谁不怕呀？好，他并不能变身，哎，他能移装备，但他肯定不会把你一刀的，他把你加一减一移了，在一个别的岛，好恶心的吕范呐，拆一手。怎么说呢？血量其实也重要，虽然这个刀有点卡。他说：“你是逼我动手，你是逼我动手，那咋了？那难道让你藏着吗？啊！但出来一个华佗，病去如抽丝，双刀化断。这个灵童怎么这么多话呀？就意思就是不能碰你们呗。两个无啊！我刚说他怎么不乐灵童啊？原来双乐，行吧，不敢惹曹丕是吧？不惹正常。”草壁现在就很安逸了，看他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打法吧。对于草壁来说就有很多种打法了，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好机会。先开一个南蛮，反正这乐出杀呗，无所谓，不摸就不摸吧。他又来了，你可别逼我动手，你黑龙江嘛，你多冷呀，手都冻成这样了吗？搁这一直动手动手，建议买个手套，真的。实在，我觉得你想太多，你是觉得华佗会救是吗？行吧，他来直接送给曹丕当信使礼吧，你们两个结阴了吗？他可能想的比较单纯，觉得华佗会救，保独太进决赛，但人家就没救，你不是炸了吗？所以不能乱放，因为你并不能掌控别人的心理，你谁知道这华佗救不救？这种176级的。这个刀反正也被曹丕给吓着了，挺好的。那大血赚赚一血，不亏。反正被乐了嘛，你刚才过多少盘你也出不了。坏了，这个人出来，这是什么？我感觉炸了。我感觉绿皮要嚣张起来了，要跋扈起来了，要横起来了，要站起来了，要从此当家做主了。攻略沙场，我的妈呀，我感觉这四个人加起来打不过这个谁，主要是没有曹丕了，有曹丕就一点不怕他们，没有曹丕了，我说真的真打不了，只能看他们秀了，先看他们秀吧，你们可以挑一挑他们的失误，不过感觉这个陆逊香香还是有点不太，就是不是那么熟练，但总之你先过牌。就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上来先出杀，他想调戏，摸让人家摸个牌，人家为什么要让摸？你就正常过牌吧，你过完牌可能过到什么铁锁九属性，陆逊香香这个组合没有什么先出杀的。好，这个人挂了一个周泰，表示你随意啊。周泰怎么了？杀了陆逊香香，你一样赢不了。不过说实话，那么确实挺恶心的。现在你很难突破了，那边陆逊不怕被乐，然后神装这边周泰没有什么突破点了，灌石斧。灌石斧也突破不了，还是突破不了。那续一个刀，下回合继续吧。主要是陆逊香香的不稳定性太高了，他随时爆，可以乱爆乱杀。这先把华佗收了，然后陆逊香香再把张飞收了，就差不多了呗。他来个打不给，他来个什么刀不给我，刀不给你，刀给你他就杀不到华佗了。一个人的强大并不是真正的强大。挺有哲理的，对吧？就像这个足球一样啊，这个是一个团队游戏，是吧？嗯，张角懂过吗？张角动过吗？咋没动过？动过，拆过，上来不是拆过吗？我允许你们下跪称臣，你可真嚣张啊！一般嚣张人都会被打脸，是吧？现在其实说实话已经很难打了，基本打不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这里他们应该就一会儿这个姜维死了以后啊，你们就赶紧去打这个沙漠客，不要理这个徐晃，真的。你们无论如何要把沙漠客的状态压下去，即便你们打徐晃，沙漠客状态不压下去，你们还是危险，就要压沙漠客的状态。让他不好藏刀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关键。好，这一顿操作也差不多了啊，不变啊，继续待着。变了容易被秒，
咋整？这徐晃有点有个兵还有点用，但是陆逊现在其实不是很怕被兵，可以过四，操作好一，然后杀一刀，然后换刀，攻防一体。再摸四，借刀，继续续着呗，刀续着呗。要不周泰，你考虑变个身，说不定变个厉害的。顺手牵羊。想顺连弩不让顺，其实这就是菜。他顺连弩能杀了周泰吗？明显杀不了呀，你无懈兵不香吗？你无懈兵启动你们还是赢，你让他顺呀，顺连弩怎么了？他能杀周泰？那我根本就不信，他顶多续着。你这里重兵能不能启动来？你这边陆逊香香是很厉害的，无了。子桓你是不是怎么了？子桓你害我，我是曹植。好，他要死了，火杀，哎呦没吃到闪啊，可以，能不能添度一手啊？这手里有三把刀，能不能添度一手？给个机会吗？给个薄面吗？哦，他神抽一个武器，可以，很强，满腔热血，浑身是胆。好，收了，换一张，说不定有奇迹。哎，换了个万念，但也没啥用啊。这边羽范已经变了，因为他不变就集火孙尚香，他就变一个厉害的有用的，变的没问题，对吧？你变了，你集火羽范呗，要不你就憋住啊，这个万念不放，你上放上回放了没有用。有白银有桃，稳一手，对，稳一手。你看这个人就伏笔了，你这。啊，没伏笔，还行吧。其实刀不应该着急挂，他可能没有装，没有红了，他应该是没有红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用一个简易马去夺势，还挂了个麒麟弓，桃也夺势了，直接无懈掉。你肯定没有红了，你用简易马夺势，现在用桃夺势的，好，这不是机会来了吗？让你们之前浪，年少不知红珍贵啊，现在就望黑空流泪。能不能把这个吕孙尚香带走？换啊，换到一个火攻可以，一起带走，自己也捆着火攻自己可以啊。其实火攻对面也一样，反正花色都有，无所谓啊，不关键。但是自己火攻自己的话，可以选一个废牌，哎，成功的带走孙尚香，终于露出了一个破令，还称臣不？一个烂丁凤，接下来该你称臣了吧？接下来只要注意不要让他变身就行，好吧？把那个扇子还弄了，你更打不过。注意不要让他变身了。羽范，你手里是不是闪？你要是闪，你就赶紧出了变身。这么好的机会还不变身，那你就没有机会变身了。好，终于变身，终于选择出闪了，但是被一个南蛮入侵打死了啊！赶紧的，对吧？变身，刚才他有牌是吧？打脸来了就是这么快。我们再看下一局啊，下一局刚才那局到底极其精彩不啊？下一局叫做奇迹啊，奇迹般生还。刚才怎么个奇迹啊？主视角叫坐后排吃瓜。黄莹莹、黄莹、蒋飞、黄莹、赵云、黄莹、刘备啊，要不黄莹，要不林董吧，以他们为核心，其他的你随便选吧，其他的都挺烂的。看他选择什么啊？选择了蒋费，哦，也可以吧。蒋费需要他老公卧龙，你知道吗？这边手牌就这样吧，一个杀一个闪，咸鱼 sky 孙权，小拳拳来锤我哦！且慢，容我山师麒麟弓，低调点吧。作为一个绿皮儿，不要搞得那么凶。哎呀！就是那么凶，半夜打灰机。你看杀到队友了吧？抢你马，你不是喜欢杀我吗？我把你驴抢了，让他们打你去。哦，原来还有如此操作是吗？坏了，这个吴德泰和他女儿玩起来了，玩的还很开心。大嘴说：“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气？”他娘的，我就是灌石斧直接抡你。他不闪，好，继续放。万箭再射两发，管你死不死呢，反正你们欺负到头上了，绿皮儿。
不弄你下回合也得弄我是吧？后面说不定有人一拥而上就把你弄死了。剑指充足，尽管取用，来吧，魏武登临啊！好，求配合，都配合你了，还能射吗？这个，哎，还真有她老公。不，这荀彧也挺讲究啊。荀彧那意思是，给你三张，我拿一张行吧？是吧？这很合理吧？请把和请把公平打在合理上啊！节奏九，拿个闪吧，别想那么多啊，有可能会不亮。你看情况啊，你看你摸紧张，比如说发牌员发给你两个无中，那你肯定亮啊，不亮不傻子吗？那发牌员发给你两个闪，那说明发牌员已经告诉你别亮，你要不尊重意图，你非要去亮，拿个什么知己之笔像咋地的，那就对吧，就被惩罚。这司马懿也是挺狠的，不利用完就杀。王平这里肯定等不及了，直接开大了。行吧，很不正常，我总不能再等你们两个人亮等下一轮吗？能有下一轮吗？可能就没有是吧，毕竟三血嘛，现在变成四血就稳当多了，管不了你们了。杀一刀，现在可以知己知彼，看一眼下家，然后决定亮不亮。你看，还真发了一个无中一个桃，他并没有看。其实我这里建议看一眼下家，就别发动极致看一眼，然后根据他的情况来选择亮还是不亮。他选择了不看，也不想亮，就虚报无中啊，行吧，一个折中的打法。但是被这个人用异鬼给看了，坏了，当场乐住难瞒。就这么乐的话，你反正推测一下他的身份啊，一会儿对于，其实最关键的对于蜀国和吴国去来推测一下这个暗将的身份，他反正大概率不是蜀就是吴，不大可能是魏，说真的。好，出杀。好，远交吕范，听更念杀卧龙。好，那我觉得主视角很大可能就是蜀了。然后对于路人来说，他并不敢去拿乐，其实是可以拿乐的，因为马谡现在改了。我看这个，对，现在马谡已经改了嘛，我不知道录像的时候改没改啊，反正也有可能录像的时候没改。只要体力值大于你就可以拿。这边当断不断，必留后患。哎，你看李范说，我就知道，我就把八卦阵先移了，以免后患。驱虎没驱过，他还给劫命，劫命个鸟！这人不可能是，我就告诉你，他不可能是魏。他最多有可能是吴，倒是有那么点可能。其实蜀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大了。从前面田丰的种种迹象来说，魏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好，主视角选择继续藏着。啊，没藏，因为有卧龙，那样把卧龙放出来。但卧龙是个废物，你这不血亏吗？你看这个卧龙确实挺废物的。作为一个卧龙不留黑，也没有这个意识，关键是他没有这个意识。好，下一刀南蛮。想收荀彧吗？要救荀彧的，不能收荀彧，收荀彧打不过了，要救的，没问题。刷魂加留着荀彧来打蜀，要救的没问题。远交进攻，国无懈都扔了，你牌有多好啊？他可能觉得有卧龙无懈没啥用，行吧，随你。别让吕范变身，哥啊！三人成虎是多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可真下饭，你这不白送变身吗？我去，你弄两张牌就得了，你把八卦阵顺过来，你去搞一下别人不就得了吗？你哪怕把那个谁搞变身也可以啊！你个小小邪魔，你是完全不会玩马谡啊！不会玩马谡的人太多了，建议不要玩马谡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没见过几个会玩马谡的。全身而退，好像给主视角气够呛是吗？全身而退，肯定是。其实对于诸葛亮卧龙来说，加上这个奖费，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留一张黑，保证连赢。另外的话，不要让那边变身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完全不会啊。好，这边还好连赢了一个桃。你的黑呢？对啊，你玩卧龙奖费不留黑，你搁这玩什么？把法正给害死了。现在开始口吐芬芳了，反正我不知道是你们会不会口吐芬芳啊？你们表达一下，气不气？好，这里反正别的国家都很富有，蜀国就很穷。
这时候黄莹完全亮不出来，已经啥也没有了，只能假装自己是庞统或者是说是个废物，让他们去攻击这个诸葛亮。这个田丰也是个菜，这个卧龙明显是个菜逼，手里卡了个闪，明显是那种菜逼卡闪型的节奏。你就杀黄莹啊，你看不到黄莹，反正你就杀他，你不管他是什么，你别让他，就让他卡那个闪，他不是菜吗？让他继续菜啊，这里直接扔仇与恨第一中啊，这边就直接攻击。这要是抱不起来，剩一个卧龙怎么赢？我就想不出来怎么赢。其实卧龙马速还是有强度的，但是这个人怕是没什么强度。好，这边必须亮了。好，拿代劳，代劳加无中，那咋整？就只能尽力使自己活下去吧。但是呢，问题就在于卧龙肯定比你这个黄莹嘲讽低。这是时间不够了吧？换个马，不溃牌了吗？肯定是时间不够了吧？五秒是吗？手这个手速不够就不要玩五秒，对吧？你看，你看五秒房经常就是先挂个装备，缓和一下。想不够强行，好，这边就只能打索斯。你其实谁也打不动。这个司马懿托管是什么意思？真托管假托管啊？搁这儿。其实就算司马懿托管了也不好打，一个左慈一个吕范周瑜都很强。借刀杀人，借刀杀戳，喜欢挨戳是吧？变不变？不变啊，因为有卧龙。其实没有卧龙就变了，真的没有卧龙就变了，有卧龙可能不变，看看有没有奇效。借刀也不止司马懿，刚才借指司马懿谁也戳不了的。刘好黑啊，你又没黑了吧？管你他喵没黑，你手里卡个灌石斧干什么？你这不搁这闹呢？不挂起来？就是在他的，我能明白卧龙，在他的视角里，他只认为自己是卧龙，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卧龙蒋飞。其实你就是卧龙蒋飞，但他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。比如说他自己玩卧龙蒋飞，他肯定能想到这种人，但他不是自己玩的，想不到。这个司马懿跑了，好，那就卧龙死吧，然后我们三家瓜分天下，行不行？你看卡个破灌石斧搁这儿，哎，不过可能是左慈的局了，我估计，因为司马懿跑了，左慈就很好操作，没有有司马懿的话，左慈不好操作。你看连弩来了啊，他的神器，开杀，来，还有两个魂呢，来去无踪，继续杀，好，继续杀。但是咱们连赢到桃子，能不能还继续连赢到桃子 ？Nice， 又一个桃子。我估计他看见你一直连赢桃就慌了，你看开始杀他了。他说不行，这个人老连赢，我好烦啊，我换一个人。结果经典单色火攻中，可以，还把司马懿收了，又可以继续了是吗？哎，咱们一张牌他就不拆，反正不拆也正常，因为你一张牌说实话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。顺了桃，但是他还是连起来了。桃对他没用，他其实想要杀。且听我最后一眼。哇，又错一个，又错到了，这能活吗？啊，他选择拆刀，拆刀是正确的，因为你也不知道手牌是啥呀，所以说活了下来，但是还是很难赢。顺闪，其实他丈八拍一下，然后一拆就死了，也不能说就一定死吧。其实关键点在于。就是你这个神奇的连赢到底连赢的第几张牌是闪，你也不知道这张牌，你看万一这张牌是闪呢，对吧？也有可能下一张牌是闪，你看下一张牌是闪，所以你其实根本不知道哪张牌是闪，所以大家也不要说什么丈八杀一刀他就死了，确实你看起来是，但有可能第二张是闪，但是只不过这局就是第三张是闪，这个牌要翻了，这把蒋飞非常的神奇啊。蒋飞说叫什么卧龙，有个鸟用，这里可以火攻自己摸牌的，这里他应该是没有想到五秒钟的五秒房，所以不要认为玩五秒房就是会玩的，你其实很多东西你是想不到的，我告诉你，玩五秒的人很多东西他都想不到，没有全魂就死了。利用神奇的奖费进行了翻盘啊，他老公好像不太好使，不好用。四两拨千斤啊，这把只能说奖费立大功。哎呀，不知不觉时间过得飞快啊，又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啊。这个聊了挺多啊，这个口渴了，今天就不聊了。不过我估计一般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都睡着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说点什么坏话呀？
这个时间段肯定都睡着了。你们这些人，我跟你说，就是，就对吧？第二天醒来赶紧投币，他别说别的，不投币下次节目就这个时间段就专门进入黑化环节啊。嗯，就以后这个时间段好了，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